大家好，我是雪莉家。我们现在开箱皮卡丘的电流狙击棒。哇！打开它的电池盖，里面要装三颗电池。你知道电池要怎么装吗？它有正负正负，正就是凸起来的地方，负就是表面。好了。哦，皮卡！一开始要先碰到下面的点点，好，小心，碰到一下没关系。皮卡皮卡皮卡丘，快争取耶！啊！雪莉加油！开始。慢慢的。啊！被电到了。这边碰一下，他们再开始了，还有哔嘎哔，哔嘎哔，哔嘎哔嘎哔，哔嘎哔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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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度被电爆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要被电到的感觉啊！